唱歌遭批阿扁心碎，想赴国外治疗。他今生莫念，永远永远。来宾，请掌声鼓励鼓励。台湾之子前总统陈水扁日前在家庭聚餐上为扁妈演唱这曲《客家本色》，完全看不见手抖、空间感、执行功能差、不安、焦虑等症状，反倒是展露好歌声，当个乖囝孝子。但这段影片放到网络，却引来网友这么说。哦，网友嘴巴坏坏，让阿扁玻璃心碎。主治医生陈顺胜今天就表示，这些活动都是医疗团队在专业考量下做出的医疗处方，结果被网友这样酸，阿扁总统像是被凌虐，情绪陷入谷底，病情再度恶化，建议让阿扁出国治疗。来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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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要为台湾飞出去。整个的环境没有办法好好让一个曾经当过总统的人好好养病，那就离开这个地方啊！你台湾人就怀疑东怀疑西啊！呵呵呵，面对这种建议，阿扁总统欣然接受，扁家人目前尚未回应，网友则率先表示。地方中心老板，我也想出国治疗不想上班的病。报道。